一吉福，祝圣圣火。在圣心中学的校园活动中，常用教会的礼仪标记祝福教职同仁与同学。现在主教点燃蜡烛，向主教在蜡烛撒上祝福过的水，象征生活中要如的生命之水。耶稣基督，隆重降福。可爱的毕业同学们，还有我们的师长，师长的使命就是教导、提系、陪伴你们，为使你们将来能够照顾人群。如今在正心的学习生活已经到一个段落，也就是你们发挥时刻了。每一个人就如同一支点燃的蜡烛，可以给在黑暗当中的地方带来一丝亮光。当同学们将爱的力量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是足以带给社会光明与喜乐。到你们所到之处，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，让我们的国家、社会都能够受到天主的光照，充满温馨和活力。以他的慈爱坚定你们的信心。阿门。愿天主赐给你们信望爱的恩德，使你们努力善度今生，来世也能够获得有福。阿门。愿全能的天主、圣父、圣子、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全体请坐下。